碎成罗锅。他们那边当时我那个几多？基本三汤罗锅。我三汤跟他讲什么嘛？啊？跟他讲什么？我这以为是甜白酒，但是实际上是白酒加了饭里面去，把那个味道，调和一下。来来来，好，谢谢，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好，喝一口，喝一口。你这是不是卖的货？哎，不是我发的货，在市场里给你们好的。哦，上不来。哦，这些名字蛮熟的名字。后来就成了水冬瓜，现在水冬瓜了，西冬黄了。你想的最大的，它就是最大。来吧，这就是罗锅的老板娘，这是正宗的牛罗锅，不是牛罗锅，说错了，罗锅就是烙锅，要普通话就是烙饼的烙，蘸水的，干的潮的，搅一下，梦幻快点，梦幻，这还一边的是梦幻金花，三批啊，梦幻金花，三批啊，这是昆明的饮食大师，美食专家，算了，我想也不用想了，大杯的。大杯的，这个通翻，大杯现在就可以了。哦，把他吓着了。我没翻过。你不翻我。我现在看这个位置就是三个会有罗锅，这正宗的了，这个水城的，六盘水开始的。它就是六只水城螃蟹嘛。啊，这酸汤的。五块几的啊？做完了还不断的在加，是不是？啊，以前我们进矿的时候，有的今天烧火啊，烤那个山那个，这都是以前我们这边人西门元嘛，后来在这里吃了这个东西，他把这个回去推广了，他退休了回去，就是做这个酸菜，哦，发大财了，只有他们一个人会做嘛，这个是没得银子啊，没有烟子，环保，他的那个是烧火嘛，你烧出来吃嘛，很冷啊，叫他们把你养胃都没得，以前外省，这个是什么？你不认识这个东西，这个嘞。对，这个叫鸡脚筋。哎，今天我们吃的很开心。哎，水城罗锅啊。金锅罗锅。机关哦。